欢迎嚟到学界体育比赛时间。今日会重温2023-2024学年学界柔道比赛。今届赛事一共有47间学校，派出446名运动员参赛。男 A、女 A 嘅多场赛事都有意想不到嘅赛果，大家千年唔好行开啦！首先送上男 A 负55公斤级赛事，由左手边白方持有嘅陈冠旭对右手边红方粤华嘅萧孟君。今届四名选手打单循环，角逐呢个项目嘅锦标。陈冠旭、萧孟君之前嗰两场都赢咗，今场系冠军之战。结果陈冠旭第一次进攻就得手，一本获胜。陈冠旭用咗11秒就击败萧孟君，三仗全胜，卫冕成功。萧孟君第二，岭南嘅杨仲辉第三。女子 A 组负52公斤级赛事由三名化地马学生争夺，关键嘅一场由左方张永琪对右方李怡慧，双方平时一齐练习，对彼此嘅打法都好熟悉。李怡慧想进攻，第一击就攞到分。比赛继续进行，李怡慧想锁住对手，不过始终未能够再进一步。呢对同门对手实力就差不多嘅啫。李怡慧想嚟个背头，不过张永琪反而压翻住李怡慧，但都无处入手。落后嘅张永琪要主动入招抢分，一直等紧机会。比赛打咗一分钟，张永琪试咗唔同嘅方法，但都比较难攞到分数。张永琪发力攞到主动权，但都系老鼠拉龟。比赛剩翻两分钟。张永琪不断进攻，李怡慧突击唔到，专心做防守啦。到李怡慧反攻，同样都系冇进账。赛事进入最后一分钟，张永琪发起总攻击，呢次进攻有如神来之笔，帮助张永琪反败为胜。最终张永琪以黑马姿态力压第二嘅李怡慧，第三嘅欧阳以聪夺冠而回。拎咗冠軍，我自然就好開心噶啦！我都覺得啲對手係比較勁嘅，對我嚟講，因為已經比較高二啦嘛，最後兩年咁就好想堅持埋落去啦。都係比較感恩嘅，都係比較感恩我呢個學校啦，同埋咩修女啊、老師、校長啊咁樣，俾我呢次機會去等我參與呢項運動嘅，然之後亦都有花咗好多時間去培訓我啦。有冇啲目標出年？我希望都可以拎冠軍啦，而且 open 嘅話，我希望唔好輸得咁太慘咯。男子 A 組負66公斤級決賽，由左手邊盧孝優泳邦對右手邊中葡職中嘅 Miko， 一共有6名選手參賽。Miko 好積極咁進攻，優泳邦都唔執輸，但就入唔到招。两个人相持不下，经过一轮试探，比赛开始进入屁肉。有荣邦试图进攻，搞点，裁判俾咗一本。有荣邦用咗27秒就击败 Miko， 获得呢项赛事嘅冠军，为卢客获得一面难得嘅男 A 金牌。Miko 第二，浸信嘅黄仲贤、岭南谭佑京同时获得第三名，并列第三。開心嘅，不過稍為不足就係、open 輸咗。第一就係我覺得自己技術當然都係欠缺啦，之餘就係可能練習都唔係咁勤力啦，之後加上自己本身都有舊患啦，條腰唔係咁好啊。賽前都冇諗咁多啊，就諗住
上到場就盡力去打，因為自己打兩組都知道辛苦，所以就想盡搏盡啦，場場都當決賽咁打。打算係增磅咁去再增重啦，可能練大隻啲去挑戰 Open 呢個級別啦。女子 A 组负五十七公斤赛事，三名选手打单循环角逐锦标，最后一战由左手边圣罗萨英嘅伍君荣对右手边豪江伟彩线，两名选手都带住一场胜仗嚟打，边个赢就可以攞冠军啦。伟彩线身高舒适，但就比较积极，不过喺双持当中就陷于被动，胜在防守够好。伟彩线之前左肩骨裂，但一好翻就上阵比赛啦，争胜心就相当之强，揾到机会啦！哇哈，呢次进攻真系力的表现，韦彩善最终一本获胜，两场比赛全胜，获得呢项金牌。伍君荣第二，尼马豆嘅金子晴第三。好開心嘅，係因為本身自己係大傷上陣啦，所以就都幾意料之外嘅，係攞到冠軍呢樣嘢。因為自己都攞咗咁多年冠軍，咁即少咗一年會覺得好可惜咯，所以就自己就放棄咗無限量級去專心打五十七。我啲對手通常都比較高啦，所以我就比較靠速度去贏咯，同埋人哋嘅重心比較高啊，我可以靠佢哋呢一個劣勢去贏佢哋咯。嗯，仲有一年啊，出年會唔會兩項都要參加？最後一年都搏到盡咧嘅。當然啦，咁喺身體完整無缺嘅情況下，會盡量去搏兩項嘅獎牌咯。女子 A 組負四十八公斤級賽事。由四名选手争金牌，决定性的一战由左手边杨同希对右手边的彭嘉怡，两名选手都是来自化地马，同室操戈斗心就主宰了胜负了。彭嘉怡近年在学界赛的成绩就相当之好，今届亦都很硬正。这场比赛之前，两个人都有一场胜仗在手。彭嘉怡是上届女 A 无限量级的亚军，刚才就吃了一个黄牌，即是指導，但就冇影響到佢之後嘅發揮。呢次進攻得分之外，亦繼續鎖住對手，最終成功贏咗今場賽事，及後再擊敗薛卓恩，三戰全勝，獲得冠軍。南美负六十公斤的锦标由三名选手争夺，第一场就决定了最终的结果。左手边赛高曹伟伦迎战右手边培华冯友杰，一场快餐比赛，冯友杰一开赛就立即抢攻，不过就无功而获。冯友杰的斗心就高一筹，不断找紧机会，结果第二次进攻就送对手一个一本，冯友杰用了十七秒就取得开门红，及后再赢埋新华嘅曾浩，连赢两场，攞咗南 A 负六十公斤级嘅金牌。曹伟伦亦赢咗曾浩，获得第二名。呢场女 A 无限量级决赛系化地马嘅内战，欧阳以聪对师妹钟慧芝，经验会好一啲，不过进攻不成，反而被钟慧芝压制住。然而欧阳以聪亦都化解到两个人相持不下，钟慧芝主动进击，凭住较好嘅力量压制住对手，两个人已经好熟络，要出奇制胜一啲都唔容易噶。钟慧芝得势不饶人，想鎖住對手，但歐陽以聰露出痛苦的表情，仲喊咗出嚟，應該就好痛下。在裁判的詢問之下，
佢都堅持作賽。比賽重新開始，仲未至見到對手嘅狀況，肯定會受到影響。不過裁判就未有示意，必須繼續作賽，而且仲開始發動攻勢。歐陽以聰都防得住，而且歐陽以聰想背頭反擊，不過又被鍾偉之壓咗落去。睇情況，歐陽以聰應該就受咗傷噶啦。不過因為今屆係佢最後一屆參加學界比賽，好想堅持落去。歐陽以聰嘅鬥志就好頑強，忍痛都要繼續打落去。鍾偉之繼續進攻，不過歐陽以聰就無力還擊。最終歐陽以聰實在冇辦法再打落去啦，無奈要向裁判講棄權。賽後證實歐陽以聰就甩咗教，結果讀高二嘅鍾偉之喺六名選手之中脫穎而出，獲得女 A 無限量級冠軍。歐陽以聰第二，而法地馬嘅李怡慧、盛心英嘅邱嘉怡同時獲得第三名。覺得好開心啦，好同埋好多謝學校啦，多謝啲多謝校長，多謝修女，多謝老師，同埋多謝教練嘅，因為對手都好勁，之後同埋過嚟係嘗試一下，睇下可唔可以爭取到拎呢個獎，會有少少，因為可能會驚自己可能太重會整親啲對手咁樣咯。覺得自己未發揮到最好咯，下一年都會想拎到呢個獎，之後會繼續努力去練習，之後即係可能突破自我咯。南美無限量級賽事，十名選手參賽，入到決賽嘅係左手邊嶺南李英豪對右手邊培華馮友傑。馮友傑喺上屆呢項嘅季軍，今屆亦啱啱攞咗負六十公斤級嘅金牌。李英豪亦入咗負七十三嘅決賽，無論體重以及實力，李英豪都佔優，而且比較積極進攻，入招成功。哎呀，李英豪第一次真正嘅進攻，攞到一個半勝，即係一分，即係一分領先緊。馮友傑亦都有經驗，冇整個背部落地，否則就俾對手一本獲勝噶啦。賽事繼續進行，馮友傑想進攻，但就唔成功。到李英豪想重施故技，不過亦俾馮友傑化解咗。李英豪仲係領先緊。李英豪係上屆負七十三嘅冠軍，佢今屆嘅目標就係雙冠王，不過都唔容易噶。馮友傑之後的防守就謹慎了，沒太多機會給對手。李英豪的進攻以及力量都是好少少，一直在找對手的失誤。馮友傑試圖進攻，不過就太低了，李英豪輕易化解。賽事打了就來一分鐘，馮友傑提高了積極性，不過對李英豪就沒什麼大的作用。比賽陷入僵持狀態，誰都佔不到太大的甜頭。李英豪更加吃了一個黃牌，裁判亦都清潔了場地先。賽事重新開始，馮友傑急住追分，李英豪就睇定嚟打。李英豪睇到機會，呢次進攻就成功了。馮友傑輸得都是有啲無奈噶。結果李英豪用了大約一分半鐘的時間擊敗馮友傑，獲得南美無限量級冠軍，雙冠王的第一關就完成了。馮友傑第二，培正王迪生、葡文學校的董如毅並列第三。好開心，因為我打六十公斤級，但我贏到七十三公斤級，我覺得自己可以真係打得好好。之後可以自己的重量和 Open 都可以拿到冠軍。爭啲咩咧？覺得？爭啲進攻上面的積極性啦。喺練習嗰陣時候就主動進攻多啲咯，等自己有一個肌肉反應。李英豪賽完南美 Open 休息咗幾分鐘，立即再戰
负73公斤决赛，他的对手是右手边培正的黄迪生。这项有8名选手参赛，入得来决赛都有相当实力，黄迪生很努力地进攻，李英豪乘势压下去，但就没得分的。李英豪想卫冕，当然要积极抢攻，不过黄迪生的体型力量都有翻咁上下，两个人今届都打两个项目，现在最后一场比赛，体力是胜负的关键。李英豪想进攻，但就没什么优势可言。打了38秒，开始打真功夫了。结果李英豪把握机会，一气呵成将对手摔落地。李英豪一本获胜，黄迪生有点如梦初醒。相反，李英豪就梦想成真，拿完无限量级金牌之后，再赢负73公斤金牌，成为今届男 A 的双冠王。黄迪生第二，蒲文学校的董如毅、利马窦的李宏伟并列第三。其实都好开心的，因为这个都算是我自己一个小的目标咯。就本身其实我前比赛前几天呢，我都对自己不太大信心，比赛现场就开始之前就会释怀一下自己，就觉得其实赢了输了没什么问题咯。其实无限决赛的时候心情都很紧张，因为上年其实都输过给我自己的对手冯友杰啦，但是我盡量去鼓起信心去面對他咯，就不退縮，跟住就贏了，真的很開心咯。因為其實達成自己一個小的目標都是我覺得是一個榮幸咯，即係對於自己的努力嚟講。出年其實我諗住讓個 open 出嚟，只打一組73嘅，就跟住睇下下年會唔會俾自己留遺憾咯，就希望唔好留遺憾，73都可以攞金牌。话咁快，今届男 A 女 A 九场比赛就睇晒啦。无论输赢都好，希望大家继续热爱柔道，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记住柔道精神，胜不骄，败不馁。下个学年再度冲击奖牌，我哋下届再见，拜拜。